Hello， 集條衰時間又到啦！今日贏咗足球小將，打得好開心、好激烈、好興奮啊！黐線嘅，算啦，我都戥佢哋開心嘅。OK， 好啦，咁啊，今日集條衰都係，其實咧，本來呢件事咧係上個禮拜做嘅，只不過咧上個禮拜咧就有單大啲嘅更加降咗先啦，係咪先台長？係。係啦，咁啊唔緊要，再排到今個禮拜再講啦。咁啊，嘉賓方面咧轉頭就會見到㗎啦。咁事不宜遲。嚟咗呢個新聞先，等陣啊，撳個掣，撳個掣。喂，等等台長，好 ，second， 好 ，OK。好啦，咁啊，去咗呢個新十二年嘅惡魔城，終於，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就手遊化，唔係第一次，冇記錯。印象中冇啊？印象中冇。咁即係可能之前係咁樣講過一下啫嚇，印象中冇第一隻，咁叫做第一隻攞翻大家識嘅惡魔城佢出嘅手遊。OK， 有聲啊，係咪有聲啊？已經有聲啦、啊，有啊，有聲俾個一字啊，唔該，冇聲嘅繼續嗌冇聲啊，打你 ，OK， 好啦，咁啊惡魔城啦，叫做終於出翻隻手遊啦，咁當年我玩都係。D.S. D.S. 年代，即係惡魔城。嗯，幾代啊？九五九六年。九幾啊？九九唔係唔係零五零六幾啦？零幾啦 ？D.S. 應該零幾啦。啊 ！D.S. 啊 ！D.S. 啊！啊咁九五九六年嗰啲我未玩過啦，嗰啲老再早啲嘅老飲嗰啲我冇玩過。好有聲啦，有聲。O.K. good， 唔該大家。好啦，咁啊，終於啦，三十二年啦，佢終於叫做玩手遊啦。咁暫時嚟講啊，佢咧就點講咧？叫做將所有代合埋一齊玩個大集錦。你當 2D 年代嗰啲咧？嚇 ！2D 年代啲十六 bit 咁樣行啊？因為現在畫面看到那六個了，是那右手邊揸邊的就最元祖啦，是啊，西蒙啦，西蒙大佬啦，西蒙大佬啦，跟住下邊是三代那時的瑪利亞啦，是跟住上面那個我不記得了，上面條女我唔記得，上面兩條女我都唔記得，但是之後後少少的作品嘅，咁啊左手邊那兩個白毛啊，大家。冇理由唔識梗係而家嚟計，夏洛亞，月下係咪夏洛亞定唔知邊個？我記唔曬啲名，因為時間。我都係記得幾個名嘅啫。咁啊，左邊下邊嗰兩個梗係阿盧卡多同埋阿盧卡多啦。咦？啊，有啲巴打問喎，問啲話題啦，點解依家睇直播冇得暫停？個廁所翻嚟會 miss 咗直播喎、哦。cut 咗啊？哦。因為前排有幾次直播係大家有巴打記得嘅，前幾日有直播咪 loop 嘅，陣間 loop 係咁 loop 嘅。哦，明白。啊，所以嗰個 YouTube 問題嚟㗎 ，YouTube 問題。哦 ，YouTube 嘅問題。暫時冇得睇重播，即係暫時冇得 loop 翻轉頭住。係啦，咁可能到時候搞掂會搞掂會出翻㗎啦。睇重播嗰陣時，咪開翻嗰個 timing 睇翻咯。冇辦法 ，miss 咗少少嘢。好啊，咁啊，暫時聲稱啦，就將歷代所謂惡魔城嘅集大成啦，聲稱啊，聲稱。咁仲要突破盲點啦，去到月下都好，係 X 好，月下好，月下都係單打噶嘛。係啊，係啊，係。佢今次同講四打，點打？即係同 friend 拎機，四個連機可以。四個零機走去打大佬，四個連機打，咦？同 FM 有咩分別啊？唔知，我覺得同 FM 嗰隻手遊冇乜分別喎。係咯。哦，咁年代嘢都應該都係差唔多嘅。係。係啦，咁唔係咁玩就係咁玩㗎啦。嗱，如玩邊件啦？就招募緊 CB 嘅。係。不過就CB 講到明㗎啦，未有事前登錄，但係有 CB， 但係 CB 只限。日本 iOS， 因為佢用 test flight， 哦，係，咁冇辦法啦，佢經 test flight 攞嘅應該係，咁冇辦法，咁真係要等佢出咗 game 嘅時候，我哋先可以再單嚟玩後少少嘅嘢，係啦，因為冇優惠咯，唔係咁點啊？是登可能做完個 CB 會開嘅，
一定嘅。嚇！啊，睇下睇下幾時嘅啫，試完登錄呢樣嘢。因為個 CB 就五月先開。係。而家係招緊。差唔多啦，四月中啦，四月尾啦。咁我就撳咗，跟住就都係打咗個 F Kwami 噶啦。赢咗噶啦 ，OK OK， 你赢咗 ，OK， 咁啊，动作就一即系呢两个动作一定做噶啦，啊，招募 CB 同埋 F 个拉比，系一定要做噶啦，啊，走唔甩嘅。咁啊，睇下台长，如果抽到吓，唔系抽到 CB， 咪到时可能拍下片介绍下咯，咁样咯，系啦，咁啊，即系直播都未必，可能到时唔知有冇时间摄啊，系咯系咯，冇嘅我都可能。拍片嘅啦，啊，介紹下啦。咁我估計啦，我估計佢應該又係走翻每個版本嘅故事啦。唔係因為畫面，係畫面圖嘅，睇下官網有冇先。係啦，係就好似舊，好似月下，好懷舊，好月下嘅其實成個 feel。哇！但係四打喎，係啊，已經都兩角色嘅而家喺度，好懷舊嘅四打喎，可唔可以添 Q 啊？知你知噶啦，以前啲 cam 你會打親自己有噶嘛？係啊，所以呢個問題，月下嗰陣時啊，都有少少印象嘅啫。好啦，似月下嘅，個 feel 就似月下嘅。係。咁啊，睇下佢到時出咗會唔會話多啲 character 架咯？應該係所謂而家推版圖嗰種過關式啦。嚇嚇。啊 ，2D 過版圖咁樣啦。係啦。細都應該係似16bit 版本啦，啊走唔甩㗎啦！如果佢真係玩到好靚畫風，就應該唔係咁嘅質素㗎啦。冇嘅，呢個公佈之後，我收到第一個嘅怨言，除咗 F Kwami 之外，就只係嗰句咯。咁依家只 Blasting 點啊？我唔知啊。嗱，因為我唔知即係 Bada 有幾多清楚啦。係。月下嗰陣時嘅監製係就即係 IGA 依家，我唔清楚，因為依家其實好早，好Kwami 好點講啊，好做咗好多年噶啦。咁佢最主力真係見名咧喺Gradius 即係太空長機係惡魔城之後，但係佢真係。掛牌頭做監製咧，就月下，即係月下嗰個年代開始出名嘅。係。咁其實去到佢走之前咧，咪所以講咧，喺Kwami死忠眼中咧，佢同阿小都係齊名嘅。原來咁啊！嚇！哦。咁當然啦，佢同小都一樣啦，獨立咗出嚟啦。係啊。咁而家佢就其實 Kickstarter 就完曬㗎啦，而家真係做緊一隻其實。base on 翻月下呢種玩法嘅一隻叫 Bustling。咁個 project 其實原定就2017年出嘅，嚇。但係睇嚟應該都要。但係因為佢後來再加咗 hardware 啦，加咗 Switch 版啦，成啦。咁其實話就話想今年來，但係我都估佢唔係㗎啦。睇個勢都預佢唔得㗎啦。年尾年頭啦。我預佢唔得嘅，我預佢2018年做唔切嘅。咁年頭咯，下年年頭。咁如果係呢即係呢只 case 自己嘅貨色出師咧，即係食咗頭水咧，咁就有啲戥佢唔抵啦，因為嗰只要俾錢買。呢個真。嗰只真係 full scale 嘅 game 嚟嘅，係要俾錢買嘅。咁呢只始終都係所謂即係貨金 game 啦。另外嘅兩種味道啦。咁其實一來玩法都未必會完全跟翻啦。加上你有得雙打四打已經唔係嗰回事啦，大佬。加上你作為 fans 嘅位，點都會買嚟白下嘅。係。走唔甩嘅呢啲 fans 向係咁噶啦。你唔係食翻 fans 向老本，你覺得你會出呢只嘢咩？系咪咁讲？梗噶啦，仲有系呢啲对战，哇！对战嘅玩法，即系佢已经谂到咁远嘅时候，其实又咦？咁玩得落喎？会玩嘅应该，但系你话系咪即系如大家 expect？ 喂，系真系咁 optimistic 咧？就我觉得未必咯。啊，可能会变咗第二样嘢出嚟嘅，其实。佢
四打 KOF 啊，係啊，嗰類啦，嗰類思維啦嚇。如果百幾年線佢個伺服器 handle 唔 handle 到先？你仲要係咁樣嗱，已經畫風話唔高噶啦 ，2D 平面嘅啫。但係你要咁樣打百幾年線嘅話，哦，唔係四機嚟嘅，一個 player 可以控兩個角色噶。哦，一個 player 控兩個，即都二打二咯，都二打二。因為頭先見嗰個畫面啦，其實呢由左上角望到其實有一可以換角噶嘛，啊、換角噶嘛，啊、即係變相四打四啦，咪變相二打二啦。啊，二打二都有得諗下嘅，睇下情況啦。呢、這個時候即係睇佢情況，一陣衰法諗衰法好興，佢一出 game 就諗衰法梗噶啦。係啊，走唔甩㗎。俾佢諗夠一個月，應該都差唔多可以入場玩噶，哇係咁啊！任何 game 都係咁噶啦，第一日做試 game 完啊，係咪先？係咪西門咧？第一日做試 game 完啊，西門都成日喺度趌啦，又冧衰啦，啱喎，冧夠一個月差唔多。你知道熱連衰法嘅一定會啦，一定早有鑊氣嘅。啊，緊噶啦，走唔甩噶啦，咁啊，期待下啦，期待2019年啦，應該。唔係呢只2018年。啊，呢只2018年，嗰只2019年啦。嚇！係啦，咁啊。好，咁啊，下一單啦，唔該台長啊，咁啊，新鮮滾熱辣啊，啊，好新鮮，好熱辣啊，啊，二十世紀已經出外傳啦，又要玩到，即係嗱，因為你講住啱完曬啦，係啦 ，TV 版都完埋啦 ，TV 版完埋啦，咁我無端端嗰日得鬼閒，又唔知點解睇咗最後四集啦，走去，唔係咁得閒啊，冇嘢好做，睇都唔睇喎。其實有冇啲咩變動啊？應該都冇咩變動啊。剪接過嘅，剪接啲剪接唔同咗嘅。O K， 你話新畫有冇咧？都有嘅。O K， 嚇，因為佢 TV 版個總長係長過 OVA 嘅。啊，一定。其實呢個知嘅。嚇嚇，有多有少嘅啲嘢。係啦。咁嗱，今日就係啦，佢哋就出咗幾招啦。新鮮公佈。公佈新嘅高達 NT。咁新料替啊！咁新高達成日都話新，喂，跟標又係新，出到唔係 UC 嘅又係新，咁點先大佬？而家同你講喺 UC 系列出新嘢，接住 Unicorn 嚇啊！嗱咁呢個問題就係拉翻宇宙世紀嗰啲空白歷史問題裡面咯，係啊！宇宙世紀裡面你知好多年份吉咗，我數都數唔到啦，真係。嗱，因為官方列表咧。就有200多年嘅，系，但系嗰200多年真系有嘢寫咧，得幾十年嘅啫。系啊，所以好大鑊。系啊，Unicorn 嘅續作啊。系啊，咁佢今次叫 NT 啊 ，New Tie 唔系，唔系 New Tie， 系个 NT 系縮寫，系唔系 New Tie， 系 Narrative。OK。所以只死人咗啊！所以只高達都好笑，地叫 Narrative 高達。好怪個名，係因為點解咧？佢公布曬嘅，就只高達今次Age 嚟，我覺得嚇玩陷阱嘅玩外加裝備嘅啊，係只高達自己好溜嘅，乜都冇嘅，好得翻副甲，係啊，跟住之後陷啲得只高達嘅，好嘢骨架高達都會諗唔埋啊！得啦，我以為巴巴托斯已經夠骨架噶啦，佢仲骨架過巴巴托斯啊？係。得，冇嘢，佢玩曬啊！真係，喂，好多都撩梯喎，點算？圖睇下先。或者係啦，喂，點呢部咪三號機？呢部三號機啊？係咯。三號機會出。係。新浪州 Sting 會出。係，即係原石啦。係原石。中文原石啦。你咁出咗 PV 噶啦，其實可以上 YouTube 睇噶啦。係。咁啊，人設啦，出曬啦。著聯邦軍嗰個做主角啦。嚇嚇，冇頭。LPS 加高大啊，可能係嘅。雖然 LPS 高大其實已經係 Age 啦，傻。LPS 第一就唔係做高大噶啦。啊！嗱，西高大。哇！呢副假真係好好睇。真係好假，我覺得副骨假乜都冇。好難。有啲印象比較似迷惘。係。啊！真係似迷惘。但係咧，得個假喎。但係成件事嘅重點，我唔喺呢套高達度。係。我捲翻前少少。呢度。年表。
佢同你講下一個世代嘅高達系列，終於拍大家仔啦，終於肯拍閃光開曬位啦。嗱，係啦，放唔到大啲張圖，唔緊要。紅色嗰邊同你講，將UC 九十年代到120年嗰段時間拍大古仔，咁即係話亦。曼沙的反擊到 F 九一中間嗰段歷史，哇！嗰段歷史長咯，嗰段歷史會拍咁NT 會係第一部啦，今年出，今年11月上。咦？咁係咪會解釋埋木星爺爺係邊個㗎？唔知哇！呢樣嘢好緊張啊，講咗唔知幾多十年㗎啦。木星爺爺就大家參詳啦，當時木星爺爺喎。系啦，跟住下一套就《閃光嘅敗家仔》。系啦。2019年三部曲。系。咦？開埋名添啊！三部曲講咗啦。UC 系列三部曲啊。唔係，係敗家仔三部曲。我敗家仔三部曲。大家就會三套電影版出曬街。係。咦？今年19年起上。嗱，咁想當年啦 ，YouTube 已經有好多同人製的 opening 啦，同人版啦，或者因為有 figure 啊嘛，即係佢兩部侏羅機，咁其實都有人拍過啲 stop motion 片啊，係啦，好多好多啊，咁啊蜘蛛又出過啦，係啦，所以有故事跟到少少嘅，係啊，蜘蛛又出過啦，所以終於叫做肯出呢個 UC 系列，肯拍翻做片啦，因為真嘅 UC 有故仔而未拍片，好多唔係。UC 有曬古仔、小説入咗正傳，俾入正傳嗰啲啊，未拍古仔，未拍片，得佢同聖天奴啫。其實正傳嘅話係咯，得佢同聖天奴嘅啫。咁聖天奴就算噶啦，呢個聯邦師傅知我哋算噶啦。佢一拍就先再講啊，海撒我預咗佢唔拍嘅。咁啊，小哥開售會咧，就而家同你講下搞啦，啊！咁終於肯搞啦，咁係咯，我都要抄翻 F 九一啲嘢嚟睇啦。但係其實真跟大鑊係第三格，係UC 二。咩叫 UC 二啊 ？UC 續集，真係 Unicorn 續集。Unicorn 續集，即係唔係 NTA 套？唔係，係 Unicorn 嘅續集。係。跟住仲搞笑嘅係同你講係電視劇，劇係真人海外電視劇，我唔好啦。嗱個海外喺邊咧？我唔知啊。對，即唔係日本。嗱，唔好同我荷里活啦。如果佢拍美劇咧，唔好荷里活啦。Netflix 唔好荷里活啦，荷里活做親任何日本片都係死噶。唔好話做親任何日本片都死嘅，而係嗱。美國佬有份做的高達咧，咁大家都記得嗰幾套嘅啫。呢度唔關事，呢套呢套機設啫。Okay. 但真係製作上有美國佬份啦。係。咁啊，當年肥仔馬莎啦。肥馬係啊係啊係啊。跟住香港冇上畫，亦都冇人睇過，亦都唔提唔存在嘅 Savior 啦。知 Savior 啊？係。嚇！呢套嘢真係唔提唔會記得嘅。係啦，唔提唔存在嘅 Jupiter 啦。你某啲情況先會記得呢套嘢嘅啫。同埋前幾年所謂高達新 project 下拍咗一條 CG 短片嘅。三套都係關荷里活事。明白。關美國佬事。今次佢話所謂海外電視劇，我唔知係唔係美劇啦。有人話韓劇喎。韓劇都唔奇。韓劇係咪會喊噶？唔係主角生 cancer。我爸，主角生 cancer。我有啲我爸，獨角獸可以續集，唔出奇啊！唔奇，因為始終嗱睇 OVA 好，睇 TV 版好，甚至睇原作好。其實你睇到阿福井水佬咧有留尾巴嘅，有嘅，留尾巴嘅。我睇曬 OVA 嘅。系啦，咁佢有留後路嘅，咁佢都暗埋只三部機出嚟咯，擺明有後路噶啦。係咁咪三部機 NT 出啦，而家。係啦，依家 NT 出添啦，直情話俾你有嘅，自己一套，唔係跟前面嗰套。
係啦，咁 NT 自己走三部機，我唔知咩路線。NT 我當外傳啦，係咯，當住外傳睇啦，真係外傳啦。你冇好難當正主睇 NT， 唔緊要啦，睇下佢點樣走落去啦呢條線，因為始終宇宙世紀呢條線，講四個鐘頭、十個鐘頭都講唔曬。因為單簡單啲諗，嗱我當 NT 係Unicorn 一年之後，即係1997年。咁1997年到 F91年、1012、3年之間，嗰差唔多成30多、40年。係啊，嗰度成30年啦。嗰30年發生咗咩事咧？其實嗱，有玩 game 啊，有睇過啲未完全落曬正傳，但係其實又官方承認咗嘅故仔啊，其實都好多嘢搞㗎啦嗰度。多唔好玩，死硬。佢就係揸緊做緊高達喺嗰邊啫喎，佢揸鼓嗰邊都未做。召喚就更加啦，咪就係咯。唔係召喚就冇嘅，因為召喚你歷史講到明啊嘛 ，UC 一百年佢放棄自治權收皮啦嘛。但係 UC 一百年召喚裡面都仲有好多機體嘅喎，即係起碼仲有四年玩。哦，古仔術仲有4年去玩。外傳咧，跟住嗰堆嘢去咗唔知邊度啊！再講啦，到時係啦係啦，頂你個肺！泰坦斯系列都未出動畫啦。泰坦斯我最愛。LC 始終嗱。L.C. 好棘嘅，佢未其實未入正章嘅，真係一半一半。年表冇提嘅，年表冇提㗎。但係佢依家出模型喎，年表冇提，未入正章。嗱佢出模型喎，年表唔提，唔入正章，但係佢出模型。咁喂，你 U.C. 大把歷史㗎嘛？唔係你 U 咁呢個係嘅 U.C. 啲黑歷史又真係過分得。好緊要，大把歷史啦！你而家去到 Ori 準試圖，你拍翻烏魯布之翼你話啦，冇噶，冇得玩。你話有排你走，你話掙幾多嘢？你話真係有排走，唔好講笑，有排走，走你4、5、6轉都唔得掂。我反而緊張緊木星爺爺啫。佢既然下年會見得到嘅話，但願會有木星爺爺啦嚇。好緊張，我真係好緊張，好興奮啊！期待嘅木星爺爺佢嘅出現啦 ，OK， 好啦，咁啊，好緊張啊，有幾緊張啊？因為呢單嘢喺 ROG 嗰日，我完全全日都好緊張，緊張到我完全噏唔到任何一隻日文，甚至噏日文我都可以噏得錯嘅。問你死未？你發水溫啦嗰陣時候。係啊，完全係癲曬啦成件事。OK， 咁啊，嗱嗰日咧，咁我就有幸啦，請到積海色舞日本跳舞團體嚟香港喺 ROG 度表演啦。咁亦都多謝小撒幫我安排一個時間啦。咁多謝肯同我哋調時間嘅團隊，因為航班嘅問題啊，啲時間要被逼褪後啊。咁啊，麻煩曬，真係麻煩曬各位嘅。咁。當晚我亦都同佢哋做咗一個專訪咁樣嘅，咁事不宜遲啦，去一去專訪啦，唔該台長，受死人啦！Hello， 星期五又到啦，歡迎大家收睇 JMHK 雜潮吹啊！咁啊，今日咧我請咗日本舞團，哇，真係人才仔仔啊！雖然唔齊人，以我所知，咁啊，俾佢哋介紹一下佢哋邊位啊？私たちは。色彩色彩部です。はい。はい。梅重ね色担当の梅重ね杏です。ルリコン色担当のルリコン咲です。茜色担当の茜舞です。シコン担当のシコン長子です。林道色担当の林道久月です。性癖色担当の性癖工藤です。カラスバ色担当のカラスバルシアです。以上です。哎呀呀呀呀呀！哎，系咁噶啦，運動球。好啦，喂，咁啊，今日啦，你哋嚟到香港啦，你哋對香港有啲咩感覺咁樣啊？香港ついてすぐ？来てから。香港来てから？はい。みんな優しい。みんな優しい。あと、あったかい気温があったかい暑い心もあったかいあと、ビルがいっぱい建ってる小学生みたい
ご飯は美味しいですよ。ご飯美味しい、すごく美味しかった。鳥の頭が怖かったです。はい、じゃあちょっと。OK， 都咁多咁多問題，好似好開心咁樣。OK， 咁啊，喂，今日嘅表演啊，對你哋嚟講有冇啲咩好特別嘅感受咁樣嘅？お客さんがすごいノリノリで見てくれる。驚いた。日本のお客さんはそんなにはノリノリではないですよね。割とこう。静かに。みんなこう。ノリノリでやってくれる。すごい嬉しかったですよね。嬉しかった。喂，聽講你哋咧，琴日先喺仙台表演完喎，咁會唔會話好辛苦咁樣？同埋你哋會唔會好似仙台嚟香港咁樣輪一齊嚟呢個一次個連續啊，連續做兩個 show 咁樣嘅？2日連続のステージも経験ありますか？2日連続のステージ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仙台から香港みたいな遠くから遠くに行くのはあまりな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東京都内で2日間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まあまあある。あるね。ごくそばあ、まあ其實你哋呢一團人嘅主題係點樣嘅啫？テーマは日本の伝統食。日本の伝統食をテーマに、コスプレイヤーが作ってる衣装とか、何だっけ。擬人化の話ですよね。で、全部オリジナルでしょ。うん、オリジナルで作ってる。うん。で、キャラクター設定とかもあって。我々自分で。自分で考えて作って、妖怪がいたり、うん、擬人化の宝石のとか、お花の擬人化とか、木の擬人化とか、色に合ったテーマで作ってパフォーマンスしながら日本の伝統食をこうアピールしている。はい。其實係咪全部都係 cosplayer 呀？呢度？プレイヤー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コスプレイヤーとしている人、バックダンサーとしている人、制作、クリエイティブなスタッフが作曲と動画制作と、あと何ですかね、ホームページとかを作っている、作り手側の人、スタッフ的な感じのがいます。3種類、クリエイターじゃない、コスプレイヤー、ダンサー、クリエイター、仲立ちです。咁想問下，其實你哋嘅呢一團嘅成員構成啊，同埋呢個人數咁有幾多咁樣嘅咧？人数とあのメンバーの構成はどんな感じ？メンバーの構成でしたっけ？例えば今見男女、ダンサーはどんなジャンルとか、うん、なんだっけ、人数は33人。33。現時点は33。現時点33で、来週また面接が2人
はい、決まってる。はい、なう現在進行形ですね。です。ダンサー、ダンサー、まあ、でもみんな踊るんですけど、みんな踊るんですけど、ジャンルは、ジャズ、ヒップホップ、バレエ、日本舞踊、ジャグリング、これはダンスじゃないか。縦、はい、とか、刀、剣舞、やってる人もいます。バレリン、バレエのダンサー。バレエ経験者は6人ぐらいいます。今の中には。今の中には、まあどうぞ、はい。バレエの経験。バレエ、はい、うん。バレエです。バレエですね。バレエですね。OK。咁走咗呢個範疇之後啊，咁其實你哋嘅目標有冇話想去到邊度咁樣啊？まず色彩色部の目標が日本の伝統色をコンプリートして世界へ日本の伝統色を広げるアピールする。素晴らしい、はい。咁跳出日本嘅第一站啊，未香港。咁未來有冇話會想去第二度表演咁樣嘅？海外のステージは香港が初めて。イエーイ。初めてですね。初めてです。いろいろ行きたい。でもやっぱり海外の方がなんか受け入れてもらいやすいのかなって今日みんな多分思ってると思う。はい。とりあえず全世界広げたい。広げたいですね。嚟多次香港再玩過，甚至會唔會話自己開一個表演 show 咁樣？また香港に行きたいですか？来たーい！行きたいよね。自分たちで主催イベントやりたーい。やりたいよね。やりたい。ね、香港で。香港で。やりたいよ。やりたいよね。やりたいよね。3回言った。大事なことも3回言うね。はい、ね。係啊，咁你哋會唔會話仲招募緊其他人員，甚至會唔會話喺外面，即係譬如過嚟香港招人咁樣咧？あのまだあの募集してますか？海外でも募集。メンバー募集中。ぜひぜひ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ね。全世界。はい。香港でも。香港でも。英語も通訳してくれるし。そうやね。香港ぜひメンバー募集中。ですね。ね。うん。いっぱい来てほしい。来てください。来てください。はい。好，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若想一齊，哎呀，想一齊跳舞嘅話，咁可以睇下佢哋。會唔會真係招下啲？會唔會真係整條香港舞團出嚟啊？嚇！跟住可能係香港嘅舞團、香港嘅表演團隊咁樣啦。咁啊，可能過埋日本同佢哋一齊出 show 都未定喎。好啊，咁今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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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ステージ。来てほしい。来てほしい。来てほしい。好，咁今日咧就真係差唔多啦，多謝佢哋嚟做我呢個唔係好識日文嘅香港人嚟咗一個訪問啦。你不如講翻佢廣東話。誒，講咩啊？多謝大家支持。係咯，頭先都講過啦，我哋其實積彩積舞都有招募緊香港或者係其他地方嘅人員嘅，咁如果有興趣嘅就隨時可以聯絡我哋啦，或者係聯絡阿光都 OK 嘅，係啦，咁啊係咪詳情要以下呢個網址咁樣？係啦，咁係咯，咁就係咁上下啦，我諗係嘛？係啦，咁又可以學下日文啦，又可以中日交流啦，又可以有機會喺日本度演出，其實都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啦，我都覺得。今日就真係多謝曬大家，咁大家休息下啦，聽日再繼續去玩咁樣。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拜拜。好啦，哇！真係我嗰日緊張到爆炸，完全癲咗。晚上好，卡哇伊咧。晚上好，卡哇伊咧，本当に。本当に。好啦，咁今日都有幸啦，留翻個香港嘅團員周國成喺度啦。Hello。耶。好啦，對唔住啊，其實我到依家為止都仲係有啲緊張噶，因為始終我 hold 咗一團不得了嘅團嚟咗香港。然後啱啱嗰日。航班問題啊，演出問題啊，後面好多人幫我啊，改好多時間表啊，甚至同我 handle 好多嘢，我真係好多謝各位，真係我驚到爆炸。祝我啲事哟。邊位啊？呢個係四國さん。哦哦哦。今四國さんね。祝我です。Hello。で今のは色彩色部のメンバーですよね。あの色彩色舞嘅其中一個メンバーですね。はい。OK， 好啦，咁廣東以下全部都係廣東話嚟噶。哦，快啲啦！咁以下全部都係廣東話嚟噶啦，咁冇日文噶啦，即係知道。好啦，咁啊，監督過嚟見ます。監督過嚟見ます。OK， 好，咁嗱講一講啊，咁其實張學神你喺嗱，以我所知你就喺香港，跟住之後去玩一個 King Holiday， 跟住走咗日本。然後之後點解會入咗呢個團人嘅？點解其實都係一個緣分啦。我諗唔係因為我自己本身中意跳舞嘅，係啦。咁跟住就於是就上網 search， 咁佢哋有一個叫做即係咁啱有個佢哋網址啦。Scogudis， 你話得幾得？咁就。去試下去即係佢哋話招募團員啦咁樣，咁於是我就去叫做應募啦，係啦，去見啦，去見工，係啦，去見見工。咁啊咁啱適逢嗰陣時就佢哋有呢個叫做準備緊一個 event 嘅，係啦。咁嗰陣時其實佢哋彩排緊嘅，咁我就喺中間度跳一輪，咁佢哋就話 OK 咁樣。咁嗰陣時最初都係一個叫做back dancer 啦 ，backup dancer 嘅一個形式係入團嘅。咁過咗嗰個 event 之後咧，咁佢哋就問我啦：，你哋有冇興趣去加入我哋色彩色舞？我哋係一個咁樣嘅團體嚟嘅，咁就以日本傳統顏色嚟到做主題嘅一個團體啦。咁樣，咁你有冇興趣加入啊？咁跟住我就即刻舉曬手話我要加入咁樣。耶咁樣，咁係啦，就係從此而來咯。OK， 係啊。喂，咁其實除咗你之外啊，係成團人有冇話非日本人嘅？冇得我一個啫。咁就大話，得我一個啫。你作為一團日本人中間嘅一個香港人，有啲咩感受？有啲咩感受？其實我又即係作為一個入香港人又呢團人嘅，因為我咧十年前都係一個 cosplayer 嚟嘅，咁啊對呢個日本嘅 cosplay 文化好有呢個幻想啊，係啊，
咁咁佢哋其實有部分都係 cosplay 啊，咁啊同我即係十年前嘅幻想其實好似，大家都係好好嗰啲叫咩？好親民，好熱情，係啊，好熱情，好係咪可以叫好親民？我唔知啊，好有沙斯，係啦，咁就係咯，咁啊。咁啊，中間有啲交流咁樣，其實都令我知道好多關於日本嘅嘢。咁佢哋都知道好多香港嘅嘢啦，因為佢哋有啲嘢未聽過，覺得嚇咁樣。咁其實唔係，其實都有個問題啊！喺佢哋個腦度，一開始係咪全部都係 Jackie Chan？Jackie Chan 一講香港就 Jackie Chan，Jackie Chan，Jackie Chan 香港唔係淨係得 Jackie Chan 嘅，咁啊係啦，有好多中間有交流，咁啊同佢去傾下咁樣，其實大家都有得著，幾得意啊！我感覺，即係係咯，中日交流呢度係中日交流係一個幾特別嘅經驗咁樣。OK， 喂，咁去到今日為止啦，即係去到你翻嚟香港為止啦，除咗 ROG 之外啊，有冇計過自己出過幾多次 show 啊？正式即係入團以來，入團以來啊，幾哦冇特別計喎，我數下先，即係入團以來啊，睇先啊，我第一。一入去個第一個 event 就叫做尊果啦，一個東北嘅 character 啦。咁跟住之後，其實都佢都因為牽涉嗰個人員幾廣啊，於是咧我哋接到嗰啲 job 咧都幾廣啊。哦，係啊，有啲佢有個係日本舞蹈嘅師範啦，有啲係芭蕾舞者啦咁樣，有啲係劍道啦、整衫啦、kick class其實都幾多範疇嘅。咁數翻數落，我諗接近十。次都有咧，因為平均除翻開，差唔多一個月都有一次 show 噶。O K， 係啊。咁比較癲嘅話，頭先都講咗啦，就係嗰晚喺仙台表演完，跟住就即刻搭車去機場，然後之後再嚟香港，跟住之後仲要遲到，搞一輪，跟住之後即刻化妝執，跟住即刻出 show。係啊，我好瘋狂啊！呢個其實佢哋都係第一次啊，係啊，第一次咁趕啊，係啊，因為我哋前一晚我係逢星期五練習嘅，其實佢哋而家都練習緊嘅，但係佢哋又喺度睇啦，咁樣嘅，咁咁我哋嗰晚星期五一練完，我哋就即刻搭呢個深夜巴士，又去到仙台，仙台朝頭早仙台啦，咁我哋食啲嘢，沖個涼。之後我哋去咗澡堂沖涼，食啲嘢沖個涼，咁之後就已經要去 rehearsal 啦，去踩台板 rehearsal， 跟住就 on show，on show 完之後，其實佢想留低同我哋同啲觀眾交流嘅，有交流會嘅，咁但係我哋都唔得啦，我哋要即刻搭新幹線，即刻翻去東京，再喺東京再漏夜飛過嚟香港。啊，係啦，咁中間其實幾趕嘅，仲要飛嗰班 delay， 係啦，嗰班仲要 delay， 真係不得了。係啦 ，delay 完之後，係好多 delay 班機，跟住行李又 delay， 乜都 delay 啦，總之就係啦。咁跟住佢哋，因為第一次嚟香港，好多時候又唔知道要填嗰張紙啦，又嗰張嘢係啦，嗰張嘢有紙啊，又冇填到咁樣，跟住又要教佢哋填啊咁樣。因為我哋去日本又要填張入境嘢啦，但係佢哋過嚟香港其實都要填一張嘢嘅。係啦，總之都係㗎啦，係啦，我就一張身份證就過咗啦，佢就仲要填嘢咁樣，都唔知道咁樣。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哇！咁搞啊！我嗰日真係去到機場接完機 ，hello 完，跟住之後我係啊，跟住之後就。冇點樣打招呼，喊一聲就上咗車走啦。係啊，幾趕啊！嗰日好趕啊！踩住車踩住百幾走啦，好冇講嘢。啊，機場嗰條路踩百幾啱嘅，正常嘅。一百零幾。好正常嗰條路行百一啫嘛。不但如如你飛噶嘛。係咯，百一啫，唔係飛，百一係正合法嘅，合法嘅。我冇超速。我冇超速。你都冇哔哔哔。冇事。OK， 好啦，咁啊，入翻正題啦。喂，咁嚟到 ROG 啦，即係翻去自己地頭啦，香港啦。有冇話有一種喂有啲親切感咁樣？有，梗係有啦。一翻嚟，梗係有親切感啦。起碼講廣東話啊嘛。好大鑊呢件事，好大鑊講廣東話。嗱，我自己都唔慣嘅。嗱，即係嗱，Working with 你一定玩一年㗎啦 ，Working with 係啊，你成年都冇講過中文㗎，差唔多。冇啊，差唔多。差唔多冇講中文㗎咯。係啊。
成件事好不得了，要翻嚟，等翻嚟香港講中文啦。有啲唔慣，隔咗成年先要講廣東話。係啊，講廣東話講咗咁多年，跟住去講日文又講咗成年零啫嘛。跟住翻到嚟咧，啲漢字就好奇怪，係用得係啦。啲中文同日文就撈亂，撈亂咗啊！係好多呢啲撈亂。你經驗者，係啊，低手區喎。係經驗者都講埋啦，使住兩隻中文字還張，但係唔記得中文點讀啦，係咪啊？我啊嘛，我初學算好㗎啦，初學一年啫嘛，我三年幾啊嘛，唔係中間夾住有 friend 過嚟香港，即係由香港過嚟玩。啊、即係陪佢哋玩嗰幾日，仲會講下廣東話之外，其實真係冇嘅。差啲唔記得咗啊！係會唔記得？會啊會啊！係要撈嘅。啲字咧撈。嗰下要撈嘅。啊！你知道中文幾博大精深嘅嘛？好大鑊。跟住我翻嚟冇我翻嚟頭半年，係同啲 friend 傾偈，係可以講下。我諗到隻字咧，出咗個中文字，但係我漢字發音嘅會。係啦係啦，exactly 就係呢啲啦。係呢啲戲，成日呢啲戲就係嗰頭半年係。係啊，如果你可能嗰一日即係八號嗰日 ，RG 你嗰日同我講嘢，我就真係唔知講咩。啊，倒翻轉啦！我嗰日緊張到係完全一句日文爭啲講唔出。你中文都講唔到啦。係啊，好嘢啦嗰日。我完全個人跳曬掣嗰日，真係好誇張。咩啊？你開關啊嘛？差唔多。哦，啲日文漢字同埋中文字，係啊，啲小事啊，即係出公仔啲小事，係啊係啊，噏唔出啊，誒粒誒漢諗到隻字，但係一諗緊係讀邊邊，係啦，誒同埋啲字，你中文講唔出口噶嘛？你話啲人好 yasashi 咁點？係啊，呢啲好温柔，嗰啲 terms 有啲日文 terms 我中文冇噶嘛，仲未轉得翻，好搞笑。漢字悲哀，悲哀，悲哀真悲哀。大家都係漢字嘅嘛，唔係兩樣嘢嚟嘅，一個古漢字嚟嘅，古漢字唔同嘅。而家嘅漢字係潮語，不得了真係。好啦，咁嚟到 RG 啦，咁表演完啦，跟住其實你哋都好攰，應該都攰啊，攰啊，都攰啊，攰啊。但係你仲要撐咗有個香港同仁佢哋嘅一個。媒體訪問啦，係啊係啊，係啊，跟住訪問嗰時，我見你哋都冇咁緊張，你都冇咁緊張啦，嗰日嗰陣時，哇，你好入我嚟，好入我嚟，唔係嗰日可能仲好興奮啊，嗰個當其時啱啱落台啫，啱啱落就係因為落台就即刻喺後台嗰個係啦化妝間嗰度就。就佢哋已經準備湧入嚟，就喺我哋準備啦咁樣。嚇！係啦。咩啊？掛住。哦，阿 Man 掛住睇 Bitcoin 啦。哦。正常啊。我唔緊要啊。你追女團好正常，好正常。OK，咁啊，跟住之後啦，搞一輪啦，跟住之後派傳單啦，同好多人合照。我哋有啊有啊有啊！一出到嚟好似 fans 咁樣喎。咁冇咁誇，冇咁誇，盛目外帶，唔係即係佢哋都幾surprise 嘅件事。哇！咁即係因為我哋跳舞入邊有啲歌係佢哋自己作噶嘛。係。咁啊，即係佢哋就覺得明明首歌你都唔識嘅，但係你哋又可以咁興奮，係啦，好興奮咁，跟住出到嚟，係啦，主要係打到 call， 係啦。咁啊出到嚟大家好熱情咁樣，都幾～誒，佢哋好 surprise 嘅。O K， 係好熱情咯。啊，真嘅，其實開始即係我喺最尾啦，我喺最尾，其實條片咧，我係有份撳住部機嘅。哦，唔係我拍，我撳住部機嘅啫。因為其實實在都幾澎湃，如果聽翻原片嘅話，真係幾澎湃。講埋啦，頭先見到啲片段咧，就我部機拍嘅。嚇！咁我係坐咗，已經係坐觀眾席中間。係你坐中間嗰排。咁其實嗰刻咧，我都唔覺。我原本攞部六 plus 拍嘅，係，因為它會歪啲，即係發個瀨嘢，部六 plus 俾地震唔得，俾個 base 震到睇唔到嘅，係會睇唔到嘅。我喺後面都係噶，跟住我拍咗前邊幾團之後，發覺唔對路，嗱嗱換翻部細機先至拍阿 Choco 佢哋，所以先咁清嘅啫條片。啊，咁我後面都係嘅，咁睇埋啦，其實。係開頭啦，即係我聽冇佢哋上台表演嗰陣時咧，就啲人都好似冇乜興趣咁樣噶啦。因為前面嗰班始終係 fans 向，係
係啦，跟住之後嗰啲，你啱啱轉團嗰時咧，係真係啲人，我係前面有幾批人一齊走嘅。係啊，有啲一齊走㗎啦。跟住我喺後面睇好清楚，走一班，跟住之後開車嚟跳第一隻初音啦。跟住咧有一班即刻擰轉頭揾位坐。聽到係初音認到啦。即刻擰轉頭揾位坐，係擰轉頭揾位坐。跟住後面嗰班企企下，跟住之後開始開電筒啦，開始開板啦，係電筒嚟㗎嘛，開始開啦。跟住開始嚟了啦，跟住咪坐喺我隔離，哇！認到歌啦嘛，啊，認到歌，跟住開始嚟咯。誒，嗱，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喺你自己個角度嚟睇啦，喂，翻嚟香港無啦啦對住第一次表演，望住一班唔識嘅唔知係咪 fans 嘅舞台樓下嘅觀眾啦，面對住你係咁打 call， 你自己有啲咩感覺？面對住係咁，面對。班觀眾望住你，你面對住佢哋，你喺度打 call， 佢哋喺度打 call， 你就喺上面跳舞。嗯，有咩感覺？係啊，有咩感覺？開心咯。啊，因為日本嗰邊好似即係聽 Masa 佢哋講啦，就話冇咁澎湃啊嘛，都好興奮。係佢哋係其實日本有幾得意嘅就係佢哋無論跳舞中間上堂啦，即係跳舞堂啊，練習啊，跳舞堂嗰啲 lesson 嗰啲啦。或者是去看 show 啦，除非是那些 hip hop 的 show 之外，基本上他們都是這樣看的。是。完咗啦。所謂傳統舞蹈啦，睇 ballet 啊，係啦，睇 jazz 啊，睇佢哋本身日本舞啊，係啦，係坐定定嘅，係啦，即係好似我哋聽 classic 咁。係啦，係啦。反而去到我哋嗰邊就會變咗啲真係點話，好似演唱會咁嘅形式。即可能嚟到 LG 或者係咯，似可能 LG 嗰本身佢 music stage 嗰個 setting 咧，你唔會係用翻好 classic 好安靜坐定定睇噶嘛，一定係 bling bling 噶嘛。係啊，即係大家都係咯。嚇！個感覺幾開心啦，梗係啦。你係好學嗰啲歌手話齋，你觀眾嘅反應就係表演者嘅力量嚟噶嘛。嗯。係啊，咁又係咯，落力啲咯。落力啲，跳咗兩次肉㗎。本身已經很肉緊㗎啦，跟住之後再肉緊啲添。係啊係啊，我望住個波全程見到 Choco 揦曬面咁跳，肉緊啊！情上面，情上面，開心嘅，開心嘅。跟住之後應該會情緒高漲之後就會開始攰啦。攰啊？唔會喎，熱情啊嘛。反而去到係啊，我哋都繼續燒心中嗰團火係更加旺盛啊！繼續燒落去。一來佢哋第一次即係。第一次是他們海外出國啦，係啦，佢哋第一次喺海外進軍海外的一個 stage， 其實他哋很緊張，又興奮，又係咯，咩都有，咩都有啊，好複雜嘅心情，正路啊，係啊係啊，我第一次去日本，我都好心情好澎湃，好複雜啦。你試下你去日本跳，好勁啊！你學阿達哥去日本去超會議上台，你乜都講唔出，我覺得係啊！加康康 YouTube 打咗啲字，咩都講唔到。應該都係啊，應該都係噶啦，唔出奇。OK， 咁啊，即係坑東哥跌啲乜事哦 ？OK， 咁啊嗱嗰日玩完啦，跟住之後忙一個 ROG 啦，我哋就去咗食飯，食完飯跟住之後就去咗做個直播啦，全日啦 ，run 完全日啦，係咪真係好攰好攰啊？跟住去到，我哋散水嗰下應該散曬嘅。我哋散完水，你哋應該瞓咗覺。未，都未。你知唔知？係啊，我哋最近咧開始練習呢個鋼管舞。係。即係佢哋而家其實係練習緊鋼管舞嘅。哦，即係佢哋一度吊住一度望。佢哋而家其實係喺錄本木嗰度練習緊鋼管舞嘅。係啦。其實關你事嘅應該。其實即係佢係關我事。我知道 Masa 好緊張，佢全程眼嚟，我係聽到點解冇講鋼管舞嘅？係啊，其實我想問多次嘅。係佢哋最近先開始練習嘅。係。係啦，咁佢哋越嚟越興奮啊！最近係本身一個月一次嘅，而家一個禮拜一次。哇！你翻咗成個月喎。而家係啊！而家遙遠就係有冇練習咁樣嘅。O K， 係啊，遙遠距離問佢哋有冇練習。係啊。O K， 哇因為好多唔同種嘅舞步啊、舞蹈啊，甚至係一啲武術啊。嗯。我笑啊，雜耍。
溝溝埋一齊咁樣去排一隻舞啦。後屘話每個活動係去揾一隻歌出嚟，嗰隻舞次次都唔同㗎。基本上唔同。哦，即係同一隻歌都同一隻歌，有機會首歌可能會係同一隻歌，但係即係舞基本上係唔同。啊哈！哦，係啦，呢個簡直係你識嘅。呢個就係喺我哋其實都幾尊重每一個 stage 嘅。哦，係啦，每一個次有演出機會，我哋都覺得係好珍貴，所以我哋會擺心機去做好件事咧。即係每次都要排一隻歌，重新排過嗰隻歌，可能會編輯下隻歌。哦，先或者睇翻當其時，有時佢哋可能會有啲要求嘅。嗯。即係話我想玩下啲油紙線咁樣嘅。佢哋可能譬如我哋試過一次，佢就話要配合當地嘅歌。嗯。佢哋好似就係仙台啫嘛。係。咁佢哋仙台就佢哋仙台有隊 band， 佢就作咗歌啊，自己唱自己作自己唱，咁就要求我哋要用佢隻歌。係。咁我哋就。用佢嘅歌好長嘅，其實一首歌五分鐘。係。咁我哋就跟住排舞，跟住去練習咁樣咯。哇！排五分鐘歌其實都可以好耐嘅喎。係啊，都幾得意嘅件事。但係嗱，你哋叫做大部分人啦，都有舞蹈底啊。咁其實排一隻歌，但其實大部分冇。竟然係咁？唔係因為其實現時間更新咗，我哋而家。已經有團員啦，計埋我啦，係有35人嘅。好嘢，多咗兩個。好嘢。係，其實我而家有35人嘅。咁排舞咧，其實得幾個人做的。竟然係咁。係啦，主要係我哋Mason 啦，阿根啲 Mason。係。係啦，就跟住有有咩張，有咩加薪咧？係。張。去做同埋我咯啊！三個如果講舞基本舞就係咯係啦，咁有時可能會有其他日本舞蹈嘅，佢哋會俾啲意見，可能話中間我因為我哋有時有啲嘢想表達咧，未必表達得到嘅，咁我哋集國家之大成咁嘅感覺啦，即係譬如話有時我呢個位置我哋其實真係排唔掂喎，以我哋嘅知識範疇。咁可能就日本舞蹈嘅擔當就會有啲意見俾到我哋啊，會令即係有啲指導，令到我哋覺得令到我哋出件事係靚咁樣。哦，即係話我覺得呢度同我放兩把刀落去，有啲動作有啲動作嘅指導咯，每方面都有嘅，可能芭蕾有芭蕾指導，可能我哋日本舞蹈嘅可能點樣，我哋可能因為我哋都係和風嘅。表演團體啊嘛，咁有日本舞蹈嘅指導咧，就成件事會靚好多。哦 ，OK， 明白明白。好，哇，即係感覺啊，因為我喺香港同人圈子都叫做接觸咗十幾年咧。嗯。咁我識咗你都十幾年啦。OK， 我係啱啱識嘅咋 ，OK， 我識你真身之後呢個我唔識嘅，啱啱識嘅。我認識咗你兩個零三個禮拜到啦，我哋月頭認識嘅啫，十幾年，十幾年分之一，差唔多啦，差唔多。好啦，喂，咁認真講句，喺香港嘅舞蹈團體，終於叫做有一團叫做關於 cosplay 啊，動漫，可唔可以咁形容咧？類似啦 ，ACG 界嘅跳舞。日本團隊過嚟香港，去俾人叫做一種參考嘅感覺。參考。嗱，我唔敢講比較，亦都唔想講用嚟比較，一比就好大鑊啦。即係俾香港嘅舞蹈團隊參考。哦，原來日本有呢種跳舞嘅方法性，即係唔係下睇 YouTube 咁樣拍兩下步，跟住揈兩下手嗰啲就完嗰啲啦。唔係交流啦，我諗可以用呢個字。係咯，交流啦，因為其實大家都好新鮮嘅，其實互相，我相信係，因為佢哋其實佢哋開頭都好不安嘅，喺問我其實係個乜嘢嘅 event 嚟㗎咁樣，
點解我話同人啦？咁同人又點解會跳舞嘅咁啊？即係佢哋都有啲不安會問翻我，咁我嚟解釋翻俾你聽咁。咁學你話齋，你話同香港有唔同，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交流突破咯。因為我哋呢團人算新，係咪算新一兩年左右嘅啫？係啊，兩年左右咁就蘇花喺。就算在日本，我哋都算是比較另類啲嘅一個團體。竟然係咁啊！係因為其實日本佢哋都有好似香港一啲嘅自己有啲 idol 團啦、啊、，idol 嘅團體啦，多噶。我哋有時被邀請去參加某啲function 嘅時候，同台都會有其他嘅 idol 咁樣嘅，即係唔係一啲好出名，可能一啲自組嘅團體，咁樣。咁佢哋係咯，即係我哋所以容易被邀請到一啲，譬如話我哋之前試過連續兩個星期喺淺草就做嗰個叫做江户金色物語，係一個 event 嘅名嚟嘅，咁就關於江户時代。咁佢哋有其他表演團體，可能要表演殺陣啊，刀劍嘅一啲表演啊，即係比較多啲格鬥式嘅舞步。係啦，個格鬥式可能似劇場咁樣咯，又或者 idol 會唱一啲和風嘅歌啊，咁樣樣。咦？咁會可能類似一啲舞台劇嘅形式咁樣。各有各大家嘅表演咯。嚇！係啊係啊。咁我哋就叫做比較多樣化，因為喂人即係唔同方面專長嘅人都集合咗喺度咧。嗯。變咗我哋嗰、那個，因為我哋顏色啦，以日本傳統顏色為主，顏色又鮮豔啦。即多樣化啦，咁人即係表演嘅內容亦都豐富咁樣，所以我哋比較算係另類啲、特別啲嘅一個團體嘅。O K， 咁依家35人，係35個人。真嗱，日本方面35個人嚇，咁計埋我，都計埋你啦，一直都講緊計埋。計埋我啊！你一半香港，一半日本。好啦，咁臨尾都講到啦，話打算在香港度招募團員咁樣啦。係。咁其實有冇話一啲點樣嘅招募嘅守則啊？嗰啲咁嘅嘢。守則有冇要求嘅？係咯，要求。其實要求都係一個一顆熱誠嘅心。好粗魯土啊！但係真嘅。真嘅，呢個真嘅。你冇熱誠，你跳咩舞？你唔係淨係跳舞嘅，因為我哋。那個主題其實是在於我們將日本顏色是啦，即譬如剛才你看介紹啦，我們會譬如要什麼將它叫做梅重行嘛，梅重這個字其實是一個日本顏色來的，你想知道什麼色你看回它就知道了，是看回我頭的顏色還是頭三顏色基本上個頭髮髮色基本上是髮色仲有咩啊？仲有我啦，我係紫色個紫，係，跟住巧思邊一個金字嘅，甘甜個甘，紫金，係啦，咁喺日本古代嚟講係優勝嘅旗幟上面用到嘅顏色嚟嘅，哦，係啊，係啲好傳統嘅顏色，跟住可能你喺電腦可能你揾撳翻嗰個顏色嘅曲咧，一個井唔知幾多六位數字嘅 number， 你會揾得到嘅。但係佢哋就係一個日本傳統顏色，佢就會揾得翻即係佢哋有個名俾佢，專有貨呢一隻色啦咁。即係好似我哋中文咁樣，又唔知咩碧綠啊、青藍啊、星啊嗰啲，即係紅橙黃綠青藍紫，我係七隻色嘅啫，跟住中間再細分嗰一堆。係啦係啦係啦，譬如粉紅咁，即係好多粉紅噶嘛。粉白又有。係啦，好似我紫色啦，跟住頭先你見到好似坐我隔離。你睇片咧，坐喺我隔離嗰個咧，我左手邊嗰個，即係畫面嘅右手邊，佢都係紫色，佢就係龍膽色，都係紫色。龍膽，龍膽係屬於一種紫色，係啊，都係紫色。但係日文漢字就寫住龍膽，係啦係啦，唔係趙子龍嗰個。我明，好清楚。OK， 哇！突然間覺得日本啲顏色仲複雜。頭先訪問嗰度咧，係啊，其實咁多位個名都係連埋嗰種顏色嘅，係啊，嗰個姓咯，可以話個顏色就做咗姓氏。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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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得了啊！真係，真係不得了。嗯。咁有冇話點樣規定話俾呢種顏色你咁樣？其實冇嘅，冇嘅，自己揀。其實冇嘅，其實自己揀，你自己中意咩色、哦？不過 so far 我哋暖色係比較多。嗯，我哋係啊，暖色、冷色係比較少而家我哋嗰、那個係啊團員入邊，但係你話講到話有咩要求，基本上你自己首先你要中意先，你中意日本文化先，嗯嗯，呢個第一樣嘢。咁你你對日本文化有一個要求，有一個渴求求知嘅心，嗯。咁你想知道，譬如話，好似我初初咁樣，佢問我，你會唔會想做我哋團員啊咁樣？咁我都問啊，咁有咩？有咩做？有咩係咧？點樣揀咧？啲色係點？其實佢哋好好人啊，係好好人，係逐樣解釋我知。其實你可以，你中意咩色啊？如果紫色啊，咁佢就佢哋有個譜嘅色表，係啊，色表係啊，佢有個真係嘅，真係有個表。嗱，你要紫色，咁我就誇呢個俾你睇啦。呢個紫色。你邊個中意啊？咁樣啊，差唔多啊，點解先？係啦，有埋呢、這個來歷啊，即係譬如話呢種色係咩情況底下用啊？哦，係啦，點解會有啲會講埋點解叫呢個色咁樣樣？我唔讀呃錢，所以我唔知呢啲嘢。我都唔係呃錢嘅，呃錢冇嘅其實。咁佢你咪自己揀翻你自己中意顏色，你自己中意先。先至會做嘅啫嘛，即係你點解會揀 cosplay？ 你點解會玩 cosplay？ 因為中意咯，係咯，冇其他原因㗎啦，係咪？出名，你都係中意啊！你想出名可以好多方法㗎嘛？依家啲人唔知啊，依家啲人，依家啲人唔知啊。你係咯，可以好多方法啦。咁但係你基本上你係中意做嗰件事嘅，嗯，你係覺得有係 fun， 你覺得有趣你先會做，有持之以恆去做。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你有熱誠嘅心係基本啦，第一樣嘢咧。啊，有冇話年齡限制？冇，係冇年齡限制嘅。啊，咁你唔好同我講三歲啦。三歲到八十。三歲就問啲咧。八十咧？八十都冇問題，八十。O K， 行得喐嘅話冇問題。O K， 係咯，係啊係啊，資格其實就冇話特別咩資格嘅，咁但係就話有個條件嘅其實係，就你需要自己去創作你自己。嘅因為我哋啲所有衫都係自己去創作，自己去車製作出嚟嘅。我見到啊，其實你哋全你一身嘅布料，我話俾你知，喺香港係冇得賣嘅。啊，係啊，可能係啊，我都唔係太熟香港嘅布場係點樣樣嘅。點講咧？你嘅布料，我肯定有99%喺香港揾唔到，全部日本布，全部和布。係啊，係啊。喺日本做先，或者係可能有啲，但呢個唔係啦，呢個有嘅。呢個唔係布，呢個網嚟嘅啫。網啊，除咗係流魚嘅啫。網啊，再計啊。啊，網啊，再計。啲布就布質嚟講，呢個就係啊，喺日本先揾到。擺到嘅，但係唔平咯。少係啊，你真係係啊，要揾啲進口啊，進口商做進口嗰啲，都未必有。你真係好先，同埋一買唔係話一買咁買咧，可能。成匹賣，成匹計㗎啦，成匹賣，所以係啊，可能喺香港真係好難揾，即係到咗呢個時候，我香港真係成咗團啊，咁啲衫褲布料會唔會即係用翻香港現成嘅布料做？可能會有一個其實差異喺度㗎喎，差異唔係冇嘅，咁其實你OK 嘅，我哋因為你出件衫唔係你整到可能你即係。暴露太暴露咁樣固然又係唔得，即係可能都要俾我哋團入邊評審評審又唔好咁嚴即係俾佢過目啦，俾佢望一望，大家望下，係啦望下OK 啦咁係咯，咁就可以啦。都太過分嘅嘢，係啦，唔好太過分啫，正正常常咁樣。有即係咁大個人啦，都係咪？唔知啊，先你都係咪先？你話即係我諗我以我認識，我玩 cosplay 人 so far。自己如果自己出嚟玩都起碼十歲以上啦，即係最起碼做十年啦。有少少度量衡嘅應該都有嘅，大概都知呢個社會運作同埋度量衡。應該都知嘅。係啦，我諗知嘅。咁係咯，唔好太過分。同埋你有自己嘅原創啊，自己去準備件衫啊，你知點樣整都得嘅，可以叫媽咪車又得，叫朋友幫你去處理又得。咁啊，係咯，總之係，因為我哋所有人都係自己原創啊，所以我哋嗰個基本係啦，嗰個基本係咁樣樣。
個。點解？你唔好望住啊！我封咗車好耐㗎啦。咩車？咩車 ？E 車。E 車。我依家做車手。OK。OK。揸車。啊！我封咗 E 車好耐㗎。係。不過如果可能都會開翻車嘅。加油！咦？你唔係講到好似我會入團咁樣嘅？係。咁其實嗱，好啊，喂，如果要申，即係話啊，我想入團啊，咁我可以點樣做咧？第一步，揮手，揮手，hello，揮手，想入團嘅揮手，入團揮手區，揾個看板娘嗰度等你，唔係講笑啫。可以聯絡翻其實可以上翻我哋個官網嘅，其實我哋其實可能你上網 search 翻職彩色舞啊，職係。職個職啦，彩係彩色個彩啦，色係顏色個色啦，舞係跳舞個舞。係。咁啊 search 翻職彩色舞，咁應該會出到我哋嘅 homepage 嘅。嗯。係啦，咁嗰陣時你可以入邊有張 form， 即係如果識日文嘅，你有張 form。填咗張 form。係可以填咗張 form， 咁我哋就會有 email， 我哋會聯絡你咁樣。啲 form 都唔係好難嘅啫，都有漢字嘅。是啊，應該不會死咗人啩？應該是member 招募或者 member 募集之類，我都不係好記得嗰個字眼是乜嘢。唔係要有漢字，應該都不會點死錯人嘅。係嘅，我諗係。起碼啲姓名啊嗰啲，起碼你會見到簽署簽字呢個名啩。係啊，咁就生日年月日不會錯啩。係啦，可以聯絡翻我哋啦，或者可以。有咩方法可以？會唔會話即係 mark 住括弧香港咁樣咧？即係話分翻啦，我可能即係其實我係啦，我覺得你如果你想練舞嘅，咁你可以喺入官網嗰度，你其實我諗你只要打廣東話都得㗎。咁啊，一見到中文字就推俾你。咪曬見到，咦？搞唔掂佢就掟俾我㗎啦。英文又得，廣東話都得。你如果自己日文冇問題嘅，即係。都可以入問都冇問題。嗯。咁不過就可能佢未必知道你係香港咯，最好就括住。括住香港。如果你入問打嘅就最好括住香港。嚇！你唔係話一定係香港人嘅，咁香港咁樣。係啊係啊係啊。咁香港都幾廿萬人種㗎啦。起碼。咁如果係啦，咁你話係啦，咁樣咯。咁你 send 咗之後，你話嗰個過程係點咧？大概就係話首先我哋會起碼我哋聯絡一次見一次先啦，見面一次先啦。大家了解一下究竟。我哋日常嘅運作係點先啦？譬如我哋，因為我哋每個日本嗰邊每個禮拜都有個叫做色舞會，就係其實係一個練習會嚟嘅。係。係啦，咁啊有啲有色舞會嘅嗰啲叫做乜嘢？即係有其他練習都會一齊進行嘅。即係譬如可能有時人多起上嚟，我哋分兩間房練添。係。咁咪色舞會嗰度練習。咁所以香港如果有興趣嘅朋友，我諗。都見一見啦！我哋大家知道，譬如色舞會其實係點樣㗎？咁樣。會唔會話有啲 video 放俾外地嘅朋友睇一睇？你哋日本方面點樣？我問下 Misa。要問下 Misa 啊！我問下 Misa。麻煩曬。係啦，咁係啦，等大家了解一下究竟整出嚟色舞究竟背後我哋嗰個練習情況係點啊？如果有興趣嘅，就隨時聯絡我哋啦。嗯。聯絡你嘅啫，有得啫，關我咩事啊？聯絡你都得㗎，你都可以做唔到咁多嘢喎，驚啊！係咯，咁你可以聯絡翻我啦，點聯絡啊？喂，你聯絡到個表掉咗俾佢，會掉俾你。係啦，總之上翻官網啦。係啦。冇啊，冇試之後嘅話，冇啊。咁過程就係咯，我哋見一次面啦，咁我哋就我就解釋翻，大家互相了解下。大家嗰、那個，你譬如話你咪想換我係想紅色嘅，點解原來已經係隻顏色撞咗嘅？點樣都有噶嘛。咁大家了解咗之後，我哋就再探討翻下一步係點啦。因為其實最近咧，我又有啦。最近咧都已經陸陸續續有日本嗰邊有新嘅 event 嘅消息出咗嚟噶啦。係。係啊，咁就都多啊。多添啊！係啊，有啲就仲係傾緊啦，但係而家落實咗就有兩個，係啦，一個就快嘅，就喺五月尾喺镰仓啊，神奈川神奈川嗰邊嘅，我估應該都係個零鐘嘅啫，係啦，
就喺廉倉嗰度有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就遠啲嘅就七月就喺名古屋。哇！呢個就真係遠啲啦。誒遠少少，咁啊搭車去都唔係好貴啫。喺東京搭出嚟都係搭咩車先？3000咯，3000。搭咩車先？巴士。巴士。係啦。巴士啊。波咯。摁過去。好快啫，瞓醒就到噶啦。攰車嘛，攰巴嘛。好快到。瞓醒就到噶啦。瞓醒就到啦。OK， 搭夜巴過去。係啦，咁而家名古屋嗰度有18人去嘅。哇！一到時候會唔會有片出嘅？會啊，會啊。其實頭先片都有講啦，就話如果真係萬一各位喺即係成功入團啊，或者喺香港嗰度加入啦，咁其實絕對係可以一齊喺日本度演出嘅。係呢個倒翻轉啦，會唔會一齊喺香港度演出？你有㗎，有亦都有呢個可能。O、okay. K， 因為其實佢哋都想嚟香港嘅。啊，頭先講咗，你都想嚟香港嘅，係啦。咁亦都有機會可能會喺香港一齊演出啦。咁睇下大家個意願啦，睇下嗰個時間安排係點樣樣咯。嗯，係啦。咁呢個可能性好高㗎。係。即係可能係。陸陸續續都有個人，仲有3傾緊啊！我見佢哋，哇！有3未仲，即係佢哋內部我哋。其實我哋出 show 係點咧？就譬如話我頭先入名古屋嗰度咁樣啦，咁就會有個人就名古屋我哋有咩 event， 邊個有興趣舉手咁樣？係，係啦。啊！我依家唔係㗎。啊！邊個有興趣舉手咁樣？咁我哋就邊個得閒，佢好詳細啦，梗係唔係就係名古屋咁樣。佢好詳細咁講，咁我哋幾時點點點咁，咁我哋就舉手咯。嗯。咁跟住就你就要抽時間㗎啦，我哋就會傾啦，我哋幾時練習啊？哦。同即係我哋要處理，我哋試過同時處理4 showcase 㗎。哇！係啊係。同時處理4。同時啊！我喺間房度劃開4corner 咁。哦。四組人嚟嘅。都係職場色務入邊，但係四組人嚟嘅。但係有時譬如重複嘅，好似。最近啫嘛，仙台同香港就係我同 Mason 就係咁就嚟走咯。哦，走兩邊。走兩邊啊！哦，好忙碌啊，好忙碌啊。係啊，練習嘅時候係同時進行嘅，記好多嘢咯。咁啊，係咯。明嘅，明嘅。係啊，咁樣。好辛苦，真係好辛苦。今日真係都係舉手形式嘅，咁。哦。係咯。哦，嚟送死嘅。係啦，係啦。我要挑戰極下。咁就。死咯。係啦，咁就。根據大家嗰個時間啦，譬如我嗰排考試喎，咁你咪考試咯，係啦，咁啊下次咯，咁就係，但係基本上你有興趣都出賽機會率、出場機會率都好高嘅，係啊，明解，係啦，咁但係就當然啦，又你要去記好曬你啲舞步啦、自己嘅角色啦，係咯，係啊，記好同埋做功課啦，嚇，每次都會有個自己個 character 個名咁樣嘅，基本上係，基本上嚇。咁每個除非有時嗰啲叫做乜嘢 client 個對方可能會要求我哋一啲特別嘅嘢嘅。哦。例如就係話，可能佢純粹可能要一啲和服和裝嘅一啲 performer。哦。咁就未必用自己 character 去啦。哦。亦都有呢個可能性，試過一次半次都有。明白。一年入邊，我諗2-3係咁樣啦。OK。係啦，咁就當然啦，啲衫唔使自己再車嘅。係啊，啲衫唔使自己車嘅，咁啊係咯，咁到時就跟翻嗰個 event 咁啊做出場咁，但係都會介紹翻係職材食務嘅 member 啊，你係咩顏色嘅擔當咁，介紹翻。哦。明白，即係用翻自己個藝名啊，喺裡面去 run 呢件事咁樣。係啦。不過有個條件嘅。係。如果你決定咗即係入團啦，已經成為團員咗之後咧，咁你會有個藝名㗎嘛？係。嗰個藝名只可以喺職材食務入邊用咯。哦，呢件事應該就好簡單嘅。係啦，即係係啦，就唔希望有雙重身份，即係你可以有雙重身份，但係唔同名。係，即係好簡單話呢個藝名唔可以隨便攞出街用咁樣。係啦。即係我係劉德華嘅，我唔可以去銀行遞張身份證，然後簽劉德華噶嘛。
咁劉德華真名唔係劉德華噶，就係咁樣啦，藝名咯。誒，總之譬如話，我同時都係啊，我係即手即腳嘅 member， 但我同時係陳奕迅嘅 backup dancer， 嚇，亦都係某某舞團嘅人咁樣。係，我又可能係某某 studio 嘅乜乜乜，但係我譬如Scon Jogo 就只可以喺即手即腳入邊用咯。係。咁譬如我當我係林憶蓮嘅 backup dancer 嘅，我就唔可以叫自己做 Scon Jogo 咁樣咯。即係叫翻你自己林憶蓮嗰邊嘅 member。總之你自己，總之唔用翻嗰個名啦。總之唔可以用翻嗰個名。係啦，但係你但係係容許你係有join 緊其他所屬其他團體咯，可以。咁其實都好 free 嘅。Free 真係好 free 嘅呢件事。係啦，咁譬如話你有其實我哋有幾個團員係有經理人㗎。哦。係啊，佢如果佢有出 show 咩成咧，其實佢要問過佢嗰個事務所，日本嗰邊嘅事務所。哇！先可以參加，係啦，或者譬如話佢影咗啲相，或者唔影相啊，唔可以出樣啊之類，咁都會有戴眼罩咁樣嘅嗰啲咩嘛？咪唔影相咯，或者影相嘅時候就遮咗個樣，遮面咯，遮面咁樣，或者後放心唔會好似某 J 咁係要打框框嘅，唔會。我只畫塊畫曬。畫曬面咋，畫曬面係冇 J 先咁，我要大框框嘅。明白。哇，咁其實日本嗰邊原來都有咁多嘢都咁複雜。咁啊，嚟到香港咁，其實應該唔難嘅。所以係啊，好歡迎啊！加上各界人士嘅家人，加上香港你有幾多隻會有經理人啊？有經理人嗰啲都應該唔會輪到你一邊啩。如果真係買得到嚟嘅話，真係我要跪低跪玻璃嘅咯。啊，唔係，我係你，係你，唔係我，唔係我，係你。要跪玻璃。點解我個 level 好似唔係我個位置咪咁嘅？俾翻你做呢啲嘢。唔知你講乜嘢啊？驚啊！係好大鑊嘅咩啫？係咯，你地頭啊，都唔經理，呢度都係你地頭嘅。OK， 咁如果大家對呢團日本舞團嘅暫時未成立嘅香港支部有興趣啊，咁大家可以即管嚟做呢個香港支部嘅開荒牛，我諗會有人帶住你，係啊，我可能都會俾佢捉嚟做一啲 assist 後台角色嘅啫，其實都係。係啦，其實我都啱啱諗到最後方法，可以你如果有玩 Twitter 嘅朋友都可以 search 翻即菜食網，咁你可以DM 翻，即 send 翻 message 俾我哋即菜食網嗰個 Twitter 入邊，或者 IG 都可以 search 即菜食網，都應該會出到嘅。咁你就直接send message 俾我哋。咁你話我係香港嚟嘅，你照打廣東話得㗎啦，冇問題嘅。總之見到一堆中文又係俾你啦。係啦，麥神會自動過俾你啦。OK， 你就麥神就係祝個讚過咧。哦，咁你就會接收㗎啦。係啦，咁我就會聯絡你咯。咁你記得留翻聯絡方法。係啦，電話又好 ，email 又好，點都好啦嚇。係啦，係啦。咁啊，最緊要就係揾得到你。係啦。找不到你不要說我們不回覆你，如果找到你就沒問題了，那就再聯絡這樣咯。是的，今天就多謝曹國神，辛苦了，也都辛苦了麥神，那麼麥神應該現在是在跳舞的，那他應該聽到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看，但我看到四谷山在看，四谷山，是的，見てますか？まだ見てますか？わかんないな。咁啊，辛苦曬啦，總之辛苦曬日本舞團嗰邊啦。係。咁啊，但願啦，香港舞團嘅可以成立啦嚇。係。係啦，咁今日就真係多謝初神。阿呢個同。係啦，咁啊，阿呢個同，阿呢個同，阿呢個同。咁啊，係。咁啊，下一次希望可以再嚟香港玩啦，好似佢哋咁講咁樣，想再嚟香港表演多一次。咁到時候我哋再揾機會再見面再訪問過咯，係咯，耶！咁到時候希望香港同事成團一齊做個即係中日大交流啊，又真係玩過，耶！關我咩事啫？暫時都係，都唔關我事，交翻俾你。OK， 好啦，咁今日集時完就多謝大家收睇啦，咁啊多謝朱古力，
飯。係。好，咁啊，係咁先，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